请看经文：知足天长行第六句，宝丰月天王得活化世经常现行无尽藏解脱门。天王示现修学的法门，是普化世界，常现前无尽藏。化是教化，太上感应篇里面有说到正己化人，前面几位天王表法的都是偏重在正己，只有自己心行居正，而后才能够教化众生。所以佛在四弘誓愿里面教导我们的，一定是先断烦恼，成就德行，再学法门，成就智慧，然后圆成佛道，才能够普化世界。这个是十方三世诸菩萨修学必须经历的程序，决定不能够颠倒。但是在初学的时候，也不舍悲心，也富有教化众生的使命，也从事教化众生的事业。但是教化众生呢，是为了成就自己的定慧，成就自己的德行学问，所谓是教学相长，师子道成，这是我们不能不明了的。因此初发心的菩萨也要普化世界，要有这个心，还要有这个事，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修学有一分成就，就要将这一分成就贡献给社会，贡献给一切众生。不是说等我们成佛之后啊，再来教化众生、帮助众生，那你永远成不了佛。学到两分呢，我们以两分的定慧
以两分的成就去帮助别人，这是佛法，这是诸佛菩萨教导我们的。但是在我们智慧没有开的时候，确实很难从事于这个工作，尤其是怕发生差错。古人说得很好，错下一个字的转语，就多五百世也无甚。所以许多发心弘法的人，无论是出家在家，看到过去这些公案因缘，都吓到了，都退心了。退心的人很多怕被因果，怕遭罪业。这个想法了是正确的，并没有错误，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退心。所以过去李老师教导我们这一些发心走弘法路子这一帮同学，我们同学人数不多，只有20几个人，但是我们的德学实在讲不够格，差得太远了，但是心发了，所以老师也很乐意地教导我们，全心全力地帮助我们。他教我们一个原则，决定遵守孔老夫子教诲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要我们遵守这两句话。我们知道的可以教别人，不知道的不可以随便乱说，你就不会发生错误了吧。我知道一句，我就给人家介绍一句，知道两句就介绍两句，不知道的不说，就不会有错。一般讲经说法会说错了，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强不知以为知，要顾自己的面子，人家有来问，不知道的也随便答，所以产生了错误。古时候所谓是错下一个字转语，也是这个毛病。凭着自己的猜测，凭着自己的想法，决定产生错误。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之前，不要相信自己的意思。世尊这个教诲是真实的。为什么呢？阿罗汉见思烦恼断尽，也就是说自私自利这个念头
没有了。所以他的知见要正确。在佛法里面说，阿罗汉所证得的是正觉。那么由此可知，世间固然有不少聪明智慧的人，多才多艺的人，不能说他们不觉，他们也有相当的觉悟啊。但是在佛法标准里面说呢，他的觉悟不正。为什么不正呢？是非人我、贪嗔痴慢没有断，所以他的觉悟就不能算是正觉。正觉的人一定是贪嗔痴慢、是非人我全都没有，真正断干净了，那个觉就正。佛法的标准呢是这样建立的，有四心就免不了有情执，我们世间人呢有偏心的。这个偏离的幅度虽然不大，但是偏离一分、偏离一秒都不能算正的，何况呢随顺自己烦恼习气，偏离的幅度太大了。那么对于佛经祖义、祖师大德讲解佛经、注解佛经，这个意思我们是不是真正明白了？有没有把他的意思误会、错解了？这很重要啊！我们自己听教、读经有误处，可是误处正不正确？自己不知道，要请善知识给我们做证明。我们将我们的误处向善知识报告，请他作证。这是有必要的。我们在《六祖坛经》里面看到，有一些真的开悟、真的见性，但是没有善知识给他印证，这不能作数啊。行测禅师讲得好啊，这是六祖的学生啊。佛在经上说过，无师自通，不需要善知识作证的。他说慧因王前，慧因王佛之前可以，慧因王佛以后就不可以。慧因王佛是什么时候的人呢？远古时代啊，距离我们的时间太久太久了，无量劫前的事情啊。这是告诉我们，求学应当有良好求学的态度。
一定要有人给你做证明。所以像这个永嘉，永嘉是悟了之后，就大彻大悟之后啊，也要求六祖给他证明。六祖给他证明，他就是六祖的学生。在佛门里面讲，法子，传法的弟子，给你做证明，就是传法弟子。这个关系非常密切。他们这些人如是的示现，目的是教导我们后学。那一些已经成就的，在《华严经》上说，已经入化身大士的果位，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见性最低的地位都是圆教初住菩萨，化身大士。这些人求学还离不开老师，还要老师给他做见证，何况我们凡夫，何况我们初学，尤其是他们表演的好啊，彻悟之后还不离开老师。世尊当年在世，你看多少已经成就的人，一生跟着老师，不离开老师，等到老师圆寂之后，这才离开僧团去教化一方。我们看六祖慧能大师，他的一些学生，他一生当中，在他麾下，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有43个人。这43个人当中，也有不少一生不离开老师，一直到六祖大师圆寂了，他们才离开，才到别的地方建道场教化一方。这些事情无非是教导我们知恩报恩啊，学不厌，教不倦，留在老师的身旁，还不断在学习，提升自己的境界，增上自己的定慧，不离开，同时帮助老师教导初学，给老师当助教。因为往后来学的人越来越多，无论他能不能见性，只要发心来求学的，就不能够舍弃他。所谓是没有善根的众生，帮助他种善根，以种善根的众生帮助他善根增长，已经增长善根的众生帮助他成熟，一切众生
根性不相同，于是善知识教学的方法有浅深的次第。学生多了，当然需要有很多助教。所以这些老的学生就是新的学生的助教啊。在这个里头，教学相长。这也正是所谓的师资道合。这是很值得我们后人效法的。现代人定功、耐心不如古人啊，往往是得少为足，学了一点就觉得自己很满足，很了不起了，到外面去教化众生，赶紧去建道场，收徒弟，不知不觉当中啊。就造了许多的罪业，自己还不知道，将来堕落那也是糊里糊涂堕落了。这个都是离开善知识太早啊。在佛法上修学，基础没有打稳，不够深厚啊，所以才犯毛病。离开善友之后，几乎不但是在生活方面、修持方面呢，都随顺自己的烦恼，那怎么能够成就？住持一方，贪嗔痴慢都起来了。信徒多了，供养多了，贪心起来了。看到别人胜过自己，嗔恚嫉妒心起来了。不但对佛理不明，对世间人情世故之理也不明啊，愚痴啊。我们想想这桩事情，你说多么困难。这些人能不能回头呢？回头的人太少太少。真的，一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两个回头，大多数都随顺自己烦恼习气，不肯回头，也就是说不能放弃他积德的名闻利养。哪里晓得这名闻利养害人呢？名闻利养啊，就叫你堕落啊。所以不切常常亲近善知识不行啊。今天善知识到哪里去找啊？找不到啊。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读经。过去李炳南老居士教我，亲近善知识
怎样个清净法？他是教我亲近印光大师。印光大师不在了，印光大师的文钞在吗？每一天读大师的文钞，思维体会他的教诲，依教奉行，那就是清净善知识啊。善知识说到做到啊。李老师当年劝导我，那个苦心密意真的不容易体会。我们修学的时间越长，年龄越大，慢慢的体会到了。最重要的是向善知识学习。印光大师，末法时期的出家人，尤其是在现代，着握到了基础啊！最严重的就这个着悟，是心里的着悟啊，我们心里的污染。这个才是严重事情啊！精神的污染、思想的污染、见解的污染，染污世间的尘缘被名利污染被私欲污染了，正知正见没有了，正觉正行那就更难。所以他怎么不造业？我能有一点体会所以在十几年前说这个话至少有15年，15年前呢，香港喜成法师到台北来看我，他年岁比我大，是佛门的大哥长者。我跟他建议，希望他带领我们学释迦牟尼佛，能够找到5、6个人，在佛法里面讲，4个人就是一个僧团，能够有4、5个志同道合、真正想学佛的人，你老人家带头，我参加。我们住小帐篷，我们托钵，时间就多了。这些时间拿来干什么呢？
用在研究讨论经教啊。一个人讲经，三个人听经，听完之后研究讨论，互相轮流讲，天天干这个工作。不研习教理的时候就念佛。我说我们今天树下一修，我们的身体体力比不上从前的人，但是现在有帐篷啊，很轻巧的帐篷啊。一个帐篷可以使用两三年的。晚上我们找个树下帐篷搭起来，躺着睡也行，坐着睡也行，都可以嘛。这个样子佛教才能够复兴。当年释迦牟尼佛临着五比丘六个人在鹿野园创教啊，我们今天有五六个人呢，在大树底下也能把佛教复兴起来啊。我这个念头很久了，语言不成熟，盖道场盖庙不是出家人的事情，谁的心？在家人的事情。这个道场是你们在家同学建的，在家同学建道场正确的。李勤法师到这边来讲经说法，可是法师到道场里面来一接受供养啊，又退转了，又回去了，那道心就没有了。所以诸位同学，你们自己要是会看到中国大陆这些从前这些寺庙庵堂里面，你们去看看什么？看住持住的地方，很小的房子，方丈啊。方丈是什么？一丈啊，四方一丈啊。为什么道场盖得富丽堂皇，这出家人住那么一点那地方呢？让他不起贪心的。他住的房间跟住茅棚一样。道场是为弘法利生用的，是为讲经说法大众共修用的，绝不是自己享受的。所以自己住的是很小的小房子，不起贪心的。绝不会有个念头，哦，这个道场是我的，那就完了。所有一切的设施作为，都是帮助我们断贪嗔痴、断烦恼的。那么现代人是在讲我们居住的环境不如从前，不要说别的，呼吸的空气，现在的空气污染，从前的空气清新的不一样啊。所以外面的环境也影响我们身体，何况现在的传染病比过去增加了很多。
所以住帐篷时间短可以，露营呢几天没问题，时间长了恐怕就出问题了。我过去做学生的时代，我住过半年的帐篷。那个生活也很自在呀。所以我就给我们的学生讲道：你们真正肯发心，真正想学释迦牟尼佛，我送给你们高级帐篷。高级帐篷，蒙古包啊，那是高级帐篷，那个可以御寒。一个人一个小帐篷。还是过托钵的生活。不要以为托钵恐怕托不到啊，不可能。你要真的托钵，每个人都喜欢供养。每一天只托一钵饭嘛，心定下来了，没有忧虑，没有烦恼，没有人我，没有是非，没有牵挂，我们消耗的能量就少了，一天一餐足够了。诸位要晓得，能量消耗90%以上消耗在妄想上。妄想少了啊，你消耗量就少了。你说吃一餐多省事啊，你多出了许许多多的时间可以用功办道。每一天到外面去托钵，托钵是为别人讲经说法，劝别人修行。自行化他了。众生以一钵饭供养我们的财布施，我们说法教导他们法布施啊。这一钵饭不是白受供养啊，我们彼此供养啊，他对我们财供养，我们对他们发供养，我们初学离不开经论，经论不必读，清凉大师在华严经疏钞里面教导我们宁可一门有修有证，不可以学得太多太杂，变成无修无证，那就错了。我们常常听古德讲，是一经通啊，一切经通。一个法门正如啊，一切法门都如。华严说得好啊，一切一切，一切皆一。不但佛法你通达了，世间法也通达了。为什么呢？世法跟佛法是一个法，不是两个法。这一点我们要搞清楚。那为什么叫世法？为什么叫佛法？觉悟了一切法就叫佛法，所以佛法是觉悟了的法，没有觉悟呢就叫世间法。世间有障碍啊，
觉悟了就没有障碍了。那识是是时间，有过去、现在、未来；见就是讲的十方，讲的空间、时间、空间都有障碍，那不觉。觉了之后没有障碍啊，就法哪里分什么佛法、世间法不分的，觉明。所以觉了之后，哪一法不是佛法？法法皆是啊。没有觉悟呢，那哪一法是佛法？佛也不是，菩萨也不是，经典也不是，没觉嘛。所以事法跟佛法的区别呢，就是在觉悟。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觉了才真正可贵，觉了才有真实的受用。觉了得大自在。佛跟我们讲，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为什么觉悟之后会有这么圆满呢？佛给我们说，设法界一真庄严都是自信变现出来的，明心见性之后啊，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无非是自己信德的流露，自己信德流露，哪里会有障碍？哪里会有不通呢？我们要明心见性，走一个门路，一部经，一个法门呢，锲而不舍。长时间的熏修，你的一门就通了，一门通了就见性，见性就门门都通。释迦牟尼佛，诸位知道，讲经三百余会。这个会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单元大单元300多个大单元说法49年，那是讲他的时间他没有教材啊，没有预备，没有书本啊，老师没有，学生也没有啊。说老实话，学生连记笔记都没有。学生听了之后，他就有受用。古德教我们读经，随文如观，随着这个文字，我们的观念就变了，想法看法就变了，你就得受用了。从前是错误的想法看法，这一读佛经，随着佛经把我们错误纠正，这叫随文作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想到世尊当年在世教学，学生是随语其入啊，听到释迦牟尼佛的话就觉悟，就入境界啊。所以佛对大家开示，学生听了开示就悟入啊。
真觉悟了，听懂了，听明白了，觉悟了，觉悟之后境界马上就换过来了，入佛境界。这样的教学，你说老师他怎么不欢喜？于是乎，所谓的学不厌，教不倦，我们才能体会到一点意思啊。这两句话，我想诸位都听过，都念过，但是意思体会不到。必须切入，才会懂得意思。是释出世间大圣教学的状况啊！他们那个学习的庄严，这六个字。描写的淋漓尽致学的人没有厌倦，教的人不疲倦，欢喜的是学生听了之后就悟就入。这个境界，这个味道，特别是在《华严经》53参，善财是代表学生，学不厌啊；善友是代表老师，非常高兴地教导他。尽心尽力的传授他，不倦，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境界，没有体会到这个境界，这六个字我们会读会说，味道体会不到，尝不到。这在古时候世尊僧团里面我们体会到了，我们看到了。在中国孔老夫子教学的讲习当中我们看到体会到了。所以历代祖师大德们他们学到了，他们入这个法位之中啊，得真实的乐趣啊，真正是离苦得乐。我们今天学习懈怠懒散，什么原因呢？味道没尝到嘛。请你吃饭囫囵吞枣，很快吞下，什么味道不知道。我们应该是这个味道不知道啊。人家是细嚼慢咽的。他那个滋味完全尝到了。我们没尝到吧。这难怪啊。所以这个经教啊，要天天练习，天天讲解，不可能啊！说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你就学会了，那是菩萨再来的，
不是凡夫。我给你们诸位讲这些大乘经论，非常快乐。我不讲经论的时候，我天天在读很细心的在读经在看祖师的注解，看他们的体会。看看他们学习所悟入的那个境界，我们能看到，我们也契入了；我们没有契入，看不到。所以读经，读祖师的著书，那个乐趣。世间找不到的我每天晚上读经都读得很晚舍不得放下年岁大了，时间越来越少了精力也越来越不如以前了，再不努力，再不多看一点，以后没有时间了，所以对于时间就非常珍惜。所读的、所学的，在生活上是大受用。昨天我跟诸位说过，昨天讲普净一切众生。点点滴滴都是自己所修所学的圆圆满满，都表现在外头。我们心要清净，心有主宰，你就能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明白。粗心大意的人看不出来所以古人有所谓镜里乾坤大，为什么？真的人也清净了，这个时空界限突破了。换一句话说，你的生活圈子大，其大无外，那是诸佛如来所证的。我们要不断扩大我们生活领域。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个生活领域跟诸佛如来几乎是相等的。这经典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清凉大师在这一句里头注得很简单，注得很好。他说普化等等，这个里讲三桩事情，普化。常现无尽藏，讲三桩事情普就没有偏，圆满的平等的，这叫普。从空间上讲，常是从时间上讲的。没有间断如来藏是什么呢？清凉讲得好，世起真落
这个是有两个意思，一个指示给他，一个是表演给他看。真如，那就是无尽藏啊。啊，诸佛菩萨教化众生，我们要清楚。要明了啊，那些教材随手拈来的啊？为什么呢？时间、空间、真落都是自然的，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对吧？啊，是不是诸佛菩萨？啊，赐给我不是啊，通通是本有的，通通是现成的。毛病就是我们现在迷失了，不知道了。诸佛菩萨、祖师大德，他们就。他们明了了，哎呀，随处皆是，禅宗里面所谓的头头是道，左右逢源，念来即是。这就是无尽藏，藏叫宝藏啊。宝藏是无量无边无有穷尽的，在哪里？无处不是。可惜你不认识吗？佛菩萨给我们做个真善缘，帮助我们认识，帮助我们觉悟，帮助我们明了。于是我们就得受用了。所以李老师教我，李老师对我非常爱护我，非常照顾我。对我感恩啊，他对我的爱护照顾，别人看不出来，我清楚，我知道，他也知道。就我们彼此有个默契。他叫我学印祖。印祖的一生十六个字。顿顿敬奋，贤贤存诚，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印光大师一生这十六个字他做到了。完全表演在生活上。他的一部文钞，一生的教诲也不离这十六个字。这十六总纲领。那么他对出家人的教诲，给出家人做的这个示范，三桩事情。第一个，不做住持；第二个，不收出家徒弟；第三个，不传戒。
他为什么这样实现？我们要很冷静去想想啊。这三桩事情在今天这个时代，佛菩萨来都做不圆满。印光大师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大势至菩萨表智慧也。那么他告诉我们的，为我们实现智慧的教诲。为什么不做主持呢？他自己不做主持，请别人当主持。印光大师一生自己没有建道场，人家供养他道场，他请别人当主持，他不做主持。告诉我们一个现实啊，主持不好当。住持是护法的，住持是照顾大众的，帮助大众，成就大众的，牺牲自己，成就别人。如果不是这样做法，这个住持就不能尽到自己的责任。果报必定是堕落，正是谚语里面所说的地狱门前僧道多。这话不是随便说的，确实有道理。在隋唐的时代，智者大师他做主持天台山大家都晓得，智者大师往生途中问他老人家了，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样的品位？他的答复是：“我无品位往生。无品位是凡圣同居土啊，往生的地位不高啊。为什么呢？因为临众操心对于自己修行呢妨碍，无品位往生。如果不临众，那品位就高得多了。这就告诉我们，临众的人、护法服务的人是舍己为人。可是舍己为人呢，要有个底线。底线是什么？决定往生，自己真有这个把握。下下品往生都行，决定的往生，他底线在这里啊。如果底线还在三途六道，那就错了，大错特错了。别人往生你堕地狱，成什么话呢？那这不成话了。所以护法做住持当家自己修行有个底线呐。印光大师做事实现你自己没有把握往生，就不能干这桩事情。何况现在这个道场复杂，很难管理。
从前人心淳厚善良啊，劝他他听啊，今天人心不一样了，劝他他不听了，不但不听，他还要给你作对啊，还要借下冤仇啊。那你不想跟人家借冤仇，你就得随顺，随顺那就你造无量无边罪业。所以我们想想这个事情，真的不是好事情。这是为什么不做主持？真的是不敢啊。第二个，为什么不收出家徒弟？收出家徒弟，你就有责任要教导他。出离三界，往生净土。你要是做不到，你对不起他。如果你放纵他，他不听教诲，在佛门里造无量无边罪业，将来堕阿鼻地狱，岂不是你成全他的吗？你不给他剃他的，不给他剃度，他怎么会造成罪业？你给他剃度，剃度之后又不教，让他造成个重罪，你要负因果责任。佛法跟世法同样道理啊。世法里头，父母生育子女，你要好好教导他。三字经里都说，养不教，父之过。母亲也有过，不要说哦，父之过，母亲没有过。有很多人跟我讲，推脱推得干干净净，教不严，师之惰。老师、父亲是，我们做母亲没事。错了，父母都有责任。世法佛法是一样啊！你养子女，你要对得起子女，你要认真好好的去教导他。在佛法里面，你要给他剃度，收他做出家弟子，你要帮助他成佛，帮助他断恶修善，帮助他转迷成悟。帮助他转凡成圣，你要做不到，或者是你有能力想做，看看学生不听，不肯接受，那就不能剃度啊。所以古时候这个出家跟现在环境是不一样。古时候出家先要经过考试。过家考试。因为从前在帝王时代，中国的帝王都信佛，都皈依三宝。看到出家人都称师父。所以皇帝看到出家人称师父。先要问你有没有资格做我师父，所以没有出家之前考试，考试你的德行、你的学问确实可以做我的师父，才准许你出家。那出家给文凭给你，那个文凭是度牒，你拿到这个度牒，你去找有缘的道场。有缘的法师你跟法师很契机这个道场大众很欢喜那么这个师父就问你，你想出家很好，有没有度牒有度牒才可以跟你剃度，没有度牒
不能剃度，剃度是犯法的。所以拿到度牒之后，想出家，过个道场去看看，去参学。哪个地方有缘，多住几天。通常大概总得要住上一年两年，有的要住上三年，才给你剃度。为什么呢？观察，了解清楚啊！你是真心学道，真肯学，真好学，给你剃度啊！不是随便的就出家了。这个制度是前清顺帝皇帝废止的，这个出家度牒的制度、考试制度废除了。如果在从前那个制度之下，我们想出家恐怕都不够资格。这个制度废除之后，出家容易了。任何一个人想出家，找个法师都可以剃度。所以我们佛门的素质一落千丈。佛教今天摔到这种制度，摔到这个样子。你看看印光大师在文钞里面，对顺治皇帝这个做法有很严厉的批评。而且批评多次。顺治在当年的做法是个好事，好事。那么多好心出家为什么要拦住他？但是他不晓得后果严重啊。后果不堪设想。今天出家人在社会上没地位。一般人根本瞧不起你。什么原因都认为你在社会上走投无路了，你才出家。在从前出家不是的，从前出家的时候，上至帝王，下至地方文武百官，没有一个不尊敬的。所以平民百姓看到出家人真的是老死了，有尊严的，普遍得到社会大众尊敬。出家人犯过失，不能用这个法律来制裁，用佛家的戒律来制裁，不用法律。你一想想看的时候，这是多么尊重啊！所以说是印光大师不收出家徒弟，给我们看用意很深呐。几个人能体会得到？教你们要听才管用啊！你们要不听，那我也没办法。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民主、自由、开放言论自由、思想自由，那还有什么法子？没法子好说的。我们只有在旁边劝劝而已。你能听懂能接受，你自己得力。你听不懂不能接受，谁都帮不上忙。印祖的示现甚深的意趣，我们要能体会，要能懂。
第三，他老人家为什么不传戒？不做传戒事。古德说的，受戒容易，持戒难啊。你帮这个人受了戒，他要不能持戒，造罪业又犯戒，双重罪过，岂不是你跟他做增上缘的？所以印光大师一生只传三规五戒，其他的他不传了，不参与了，任何传戒法会他不参与的。三规五戒是做人的大根大本，这个他讲，劝人受三规，都不劝人受五戒，五戒是你自己发现的，李炳南老居士一生学印度，他是印度的学生。他教我，所以我们一生只收学生，不收徒弟。这个做法可以避免许许多多的过失。我们要懂得佛祖示现教化的深意，宝峰月天王在此地给我们示现的就这两桩事情，这两桩事情就是如来家业，一个教化众生，一个是常现前，常现前是实现。这一句里面，实际上就是说，应以什么身份教化众生，就实现什么身份。所谓是。随类化身，应机说法，身份没有一定，说法也没有一定，无有定法可说。可是它有个原则，所示现的，所教导的，绝不离无尽藏，这是个原则。无尽藏是什么呢？离苦得乐。一定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离苦得乐是果啊。果必有因。所以要帮助人。认识因果，帮助人明了因果，这个就是觉悟众生，让他有这个觉悟啊，有这个智慧，然后再劝导他断恶修善。不但恶业不能做，
恶念都不能生啊。起心动一个恶念，都有果报。啊，果报不一定在这一生，也许在来生，也许在后世。佛家讲的因果通三世，所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决定有报应，动一个念头都有报应的，何况你还有行为，这还得了吗？真正明了事实真相的人，起心动念，他自然会收敛，自然会约束。啊，于是他的心性离这个三途六道啊，越离越远了。逐渐逐渐呢，他可脱离。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恶意、恶念、恶行，它跟三途六道集合在一起，决定不能够脱离，念佛也不能往生。所以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原因就在此地。我们真正觉悟了，真正明白了。从内心里面脱离三界六道轮回，这个世界绝对没有丝毫贪念啊，无论是顺境是逆境，都不放在心上，一心一意。只求出离，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缘分，只许可老实念佛求生净土，修学其他的法门很难成就啊。这是一句实话了。别人修什么法门，我们不是佛菩萨，不知道他的根基，他能不能成就，我们不晓得。我们只有随喜赞叹而已。他可以学，我想想，我们有能力学。我们对他的法门唯有赞叹，对他的选择也唯有赞叹。他智慧比我高，能力比我强，他可以修学其他法门，我想想我不行，不如他，比不上他。老实念佛，我们决定得度。所以在这个世间，我们好好的遵守佛的教诲，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所以自在随缘的，一丝毫不强求。我们这一生呢，决定会有成就。要想成就，记住，善有决定不能离开。好，今天时间到了，我讲到此地。